你黑哦，我看谁跳的高，强姐跳的高。哎，看到了吗？看到了。人家就憋得怎么厉害，然后到库尔直接抢到了。黑哟，哎，小德过来了，小德。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玉夫妇这个。给脸上的口水全部是七七选的上面都有哈、啊、来给狗狗给狗狗哎呀狗狗真棒穿上衣服啊不穿衣服那就便宜数量少给扣上子晴出院的时候，医生说他是胖的呀，你摸着是那种手感吗？带他去，带他检查一下，摸一下手。正好把那个小哥也带过去做一下检查，做一下决定。好。琪琪啊，琪琪，你想牵着果果一块去吗？你想带着他一块出门去做检查？你有经验是不是？你抚养给他。是吧？你也要一下，没事，我们照顾好狗狗的，知道吧？没事没事，啊？想出去遛啊？回来带你出去遛行不行？啊啊！站起来了，站起来了。他还会回来的哈，咱做个检查。出来了。妹妹检查完就出来了。啊，等我，琪琪等我不舍得他。好吧。好，回来带你。那个他腹部之前的那个瘤子，现在恢复怎么样？也对。慢。先躺下，先躺着。还记得这个地方吗？啊？哎，你这耳朵立得真直。哎呀，小的。大一个负担，现在省了。对，就这样。喂。走了还没事。开心了，开心了，太开心了。做检查呗。他睡一觉醒了，都关了。好了，睡一觉。正好给你检查检查腹部。这个整体状态，恢复的挺好的。您看到没？你看，我们这边。这里还有一个小硬块呢，是乳腺方面的。对，但是导致起来的话，只能起局部，那它其他位置会再长，这是肯定的。毕竟这个的话，也没办法百分之百全部切掉。对，那切起来的话得从胸脯，因为以后就比如这里嘛，从胸脯，一切切切切掉。身体能扛住吗？扛住吗？局部嘛，我这一块大一点，我给做的是需要全线嘛，需要全线，对，要全线。不会不会，他是懂得感恩的狗，知恩图报的狗。秀清，别动了，别动了！你看妈妈就还没过，就想散步，等会散步行吗？啊，等会散步哈，稍微缓缓。挺累的吧？你妈妈就还没过来就要动了，我休息休息，太难了吗？行吗？哎，歇一会儿，歇一小会儿，我带你出去散散步，咱逛逛街，行不行？哦，逛街不行，那有公园，有个小公园，对不对？院长。
那天搞的做完手术，搞的损伤有子宫、颈动，对吧？它这个还有一个卵巢囊肿，它这是一种情况，在产后当中有一种什么影响吗？它子宫和卵巢的话，如果说它现在是两堵，一个就是卵巢这儿有囊肿啊，子宫的话它是有虚动嘛，在正常的时候当中啊，它一旦卵巢囊肿以后，它雌性激素会分泌异常，分泌异常它就两个表现，一个就是它有可能有假孕就是乳腺会有奶水，还有一个的话就是会刺激乳腺组织它发就是增生，然后慢慢的会转变成乳腺瘤，就长时间的刺激变乳腺瘤，它现在还有乳腺瘤的，它就是整个引起了它的两侧的卵巢就是囊肿是比较大的。子宫蓄脓的话，在生活当中的表现一个就是喝水会高一些，因为有炎症，然后体温会高一些，下来就看出来了，比较特别严重的话，就先做大，然后验证特别高，又不是脑溢液，包括水，那表现。那像这种只要是没做绝育的，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不做绝育的话，它是到了年龄以后，就是成年以后，比如说七岁，大部分就是七岁以后就会得这个子宫不好，前是子宫积液，然后是子宫蓄脓。七岁左右基本上都会有这种情况。七岁以后，年龄越大，越来越多。它这种复发的几率也是挺大的嘛，那后续怎么能够避免一下吗？生活当中是无法去避免它的，它这个乳腺瘤，跟它的这个雌性激素是有很大关系的。一般来说的话是两岁半之内做，是能够就是95%以上能够规避它去长的东西。现在它已经成年了，就是已经好几岁了，七八岁以上了吧，再去做的话，就是说已经没有办法去规避它了。它该长还是会长，没了。目前能做的就是，你没什么药能够抑制它。目前能做的就是出现了问题，哪里有问题，到时候及时给它切掉就行了。它也做不了从胸口到大腿根这种整个的切除，损伤太大，还扛不住。年龄比较大，应该是承受不住这种手术的机会。对，家里面现在还有大概几十只猫孩子，因为是部分做的绝育。那如果整体要做绝育的话，一个价格到底是多少？根据体重的话，大概啊，公的话大概300-600，母的话大概是400-800左右，大概这样。那一块的话，也就是10000大了。差不多，三个支持的话。那巩骨如果是因为正常来做的话，我们都做了母骨对吧？那巩骨没做绝育的话，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影响？巩骨的话不做，后期会出现的问题，一个就是膀胱有结石，另外一个的话就是前列腺有炎症，这两个的话。都会导致尿血，并且的话，如果有结石，会导致尿管阻塞，导致尿闭尿出来。那还挺严重的。对。刚才跟那个正好做手术的时候，像他之前，像小的之前是有一个10斤左右的一个瘤子，对吧？但现在已经是切掉之后，现在看他肚子上还有那种小的复发的。像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家里面照顾，基本上要怎么样才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这个很难控制，也避免不了，只能密切的观察。如果有比如说小瘤子长得特别特别快特别大，然后破溃了，就及时的再给它切了。这个破溃是指破了之后屁股破了，有没有感染的话自己长不上了，它会越来越大。那这个目前来讲的话，对以后的一个生活影响大吗？对什么没有影响。那得到一个什么样程度才会去说去需要去再去给它去治理一下？影响它运动，影响他走路，然后生活的时候总是摸到，就感觉他快破了，再去处理就行了。现在还是不需要。那需要在家里我们照顾的情况下，还需要多去仔细的去照顾一下。那你看看这个腹水大了吗？他摸着大了。放地上。药一直吃了，我怎么没排出去？对，刚量体重，现在有24斤，胖了5斤左右吧，56斤。对，好了，给你再检查一遍，再检查一遍，不用害怕。那果果大眼睛滴溜太大了，正了。美女，我觉得你第一次检查说水差不多，但是不是特别多。但是出院之前不是大概只有之前的1/10啊？对，那现在又涨回去了。对，现在又增多了。
那你支持用了它这个怎么会增短了，对吧？像这种情况，就是，一个就是，假如它的药物作用啊，它没有太大的反应的话，它会产生这种产生腹水。你看七七，七七检查怎么？就你，你还好吗？对不对？